们在这召开一个，邀请了世界上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来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请他们一起看黄山。表明我们开放的中国，欢迎各方来客。好，是不是他们要欢迎一下？这个是欢迎！Welcome to 黄山。对你们向英文表示欢迎。Welcome to 黄山。Welcome to 黄山。让他们听得懂，知道我们是欢迎他们来。好的。会有更多的，将来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的国内的客人、国际的客人到这里来。好，谢谢总理，谢谢你们好，你好。总理，黄山美不美？